我们专门有一个，我们的其中我们的专业人员写了一个指南，这个指南的话就根据这段时间的这个情况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指南，或者是作为一个共识，来指导医务人员还有这个孕产妇，对于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，能妥善的、安全的来处理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产妇，她产就是生产以后，她的这个病会对婴儿造成什么影响吗？目前还没有就科学的数据。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给结论，因为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数据统计才能给。就是现在不能确认说有母婴传播这个途径。但是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常规来进行规范来进行保护，来进行隔离，两者要隔分隔开来。对。